你个链仲系我妈咪送俾我噶，一直都系我个护身符。佢帮我过咗好多次难关噶，我想将呢个护身符送俾叔叔啊！但系手术室系唔俾病人带饰物噶。我知啊，我只系想叔叔做紧手术嘅时候，俾呢个护身符抱住佢噶咋。咁啊，我帮你带呢个护身符入手术室，帮你叔叔做手术。手术之后挂喺个床头，咁你放心啦。 多谢，车车，你令我明白一件事。以前有个阿 Sir 教过，如果你想自己受到保护，就要先保护人。我以前明白点解，但我而家明白，就系当你去保护人嘅时候，人哋亦都同时保护你。车车俾你嘅护身符。 我已经戴咗起身，我应承咗车车唔会俾你有事。手术开始。呢个系一个极繁复嘅心脏手术，首先要打开左心房，切去严重发炎嘅二尖瓣，然后换上一个金属机器心瓣，代替正常二尖瓣嘅功能。 佢二尖瓣烂得好犀利，将啲纤维可以煮动脉心瓣。佢想及时帮我做手术，如果唔系真系唔切。准备个27mm 嘅心瓣已经固定咗，手术差唔多完成，放 cam。医生 ，defib 10钟。fire。唔得，继续 defib。20。fire。 心跳回复正常，俾啲力路倾，攞 pacing wires， 搏 pacemaker。你分唔分到正负极噶？你讲过啊嘛，我哋系负心的男人，负极心脏，正极皮肤。帮我 pace 80 ，pace 得好。Great job.